奖重不重？还挺沉的。您今天带来了吗？带了。哦，这就是金马奖的。别小心小心小心，别任性啊，别任性。哎，你们太碍眼了吧，太过了吧，你们虽然是得了金马奖的这个最佳女配角，也不能这么演嘛，真的是真的很沉。哇，金马奖哎，你拿一下，你是当过演员的，你最大的梦想就是拿奖啊。接下来颁发的是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，获奖者是田甜甜的笑容已经挂在了他的脸上。获奖者是小，小心脏已经扑腾扑腾的在跳了。获奖的是前排就坐的哪一位呢？有几个提名的？有提名的啊。对，我们得互相打招呼嘛。对，要假装惺惺相惜啊。获奖的是前方。说一下获奖感言，获奖感言，说一下，说一个，谢谢，100块都不给我，走开点。